我觉得这是一个报应。你不用在那边不好意思遮遮掩掩啊，干嘛啊？为什么你要低调？你就是要活得很好，你就是要每天都很开心。这件事又不是你的错，因为不止他们在看，很多人都在看。没那么有勇气的人，也在看你的状况。所以如果你原本很有勇气出来讲了，可是你最后你的状态其实是不好的，你没有办法给他们正面的能量。旁白哥抱抱，黑人司法认证性骚大牙活得很好 ，NoNo 获三案不起诉，七案继续办。来，走吧，好了好了，下来下来。老板，我承认那边的结果满意吗？老板，我觉得很委屈。老婆有说什么吗？是 NoNo 老婆朱海军没说什么，曾一度因为 On 的性丑闻闹离婚，现在仍静观其变。所有的性骚所有的性侵者都以为他可以逍遥法外的话，那这个世界六月底，小红老师领头多名受害者按铃控告 NoNo 性侵，北检十二月十九号侦结，其中三案予以不起诉处分，小红老师在内的其他七案因管辖问题将移转士林地检署侦办。谢谢各位的关心。同样，六月底被大牙指控性骚的黑人，先反咬告他1000万民事求偿，七月底变卦改告刑事诽谤，刚好也在十二月十九侦结了，无故意捏造虚构事实，大牙或不起诉处分，黑人间接成为司法认证的加害人。今年算是我人生中蛮特别的一年呢，是不是39岁都这样？你人生中一定会有高潮迭起，一定会有遇到很大的瓶颈，就有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机会，遇到我的伙伴们，然后大家很有兴趣，然后志同道合的一起做这件事情。其他演艺工作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多，但是我就我有大把的时间做这件事情，那就不会很慌张。但我为什么要去潜水？所以我在潜水的时候就不用带手机，再也没有人找到我了，很快乐哎。什么发文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办法用手机，还是会有很突然间很低潮的时候。我问医生说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停药？医生就是看一看我的状况，说我不建议现在停药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今天还好，那可能就这个吃半颗这样。我觉得是有在往好的方向。之前的那个是最低潮，是很可怕，是你会突然间就大哭，你会突然间没有任何预感的，你就会觉得完了完了，就是你有看那个韩剧吗？就是你的世界溺水了，你看出去外面全部都是水，我没来由，然后很难过，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这么难过？可是好难过。现在就是也因为有重心可以转移在事业上面，就是真的很忙，你已经忙到没有那些情绪了，所以我觉得整个好很多，开心也是一天。不开心也是一天，无论如何你都得等待最后的结果。那你每天都在那个状态里面，你只是在折磨你自己啊。去吃奶哥喜酒的时候，然后思嘉要坐我旁边嘛，然后思嘉就跟我讲说，你不用在那边不好意思遮遮掩掩啊，干嘛啊？为什么你要低调？你就是要活得很好，你就是要每天都很开心。这件事又不是你的错，他个性就也很直接，对，哒啦啦，他就这样拍说，没事，思嘉好好的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不用为了这件事情特别难过，或者是在那边郁郁寡欢不出门，不需要，因为不止他们在看，很多人都在看，没那么有勇气的人也在看你的状况。所以如果你原本很有勇气出来讲，可是你最后你的状态其实是不好的，你没有办法给他们正面的能量。之前有找我们去他们家吃饭，然后他就是无声的拍拍，但没有多说什么，没事没事。他是会比较帮我 take care 我老公的部分啦，他毕竟仔哥是男生啊，这件事情他也对大家来说，大家真的都帮不上忙，就只能给予一些关心跟情绪、精神上的喊话。现在大家可以对大牙喊恭喜啦！三立娱乐新闻就只能说谢谢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宗宪。我是林正义。我是志清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文成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！